内裤贼清明假期二度光顾，女大生脸书骂为何不守护？不管国内国外，原味内裤总有湿汗爱收集。但闯入女生宿舍偷内裤，这就是变态加低级了。被害人就是云林环球科大这名大三正妹，她外形甜美，人缘好，平常住校外套房。今年二月期间，她被闯空门，笔电没偷，却偷内裤。原以为是小窃案，不放心上，没想到这月二号又有内裤贼光临，这次更大胆，竟趁她半夜睡梦中潜入屋内，穿过跟没穿过的内裤都拿，皮包连现金2000多元也全摸走。正被气得把警察收证画面拍下，PO上脸书辱骂：“清明节你不扫墓出来偷内裤，你的祖先作何感想啊？”对嘛，内裤贼，你没有想过祖先的感受吗？蒙羞啊！还有们得知后也都留言安慰他，就是因为长得太漂亮惹的祸。警方也在正妹屋内采到一枚指纹，但在还没找到凶手前，正妹已经吓得决定搬家。地方中心太变态了，好倒。